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。今天我们来玩这款游戏，叫做《末日希望》啊。然后这款游戏呢，各位看游戏封面啊，它就是又是一款僵尸末日生存的一个游戏。然后呢，是融合了这个像素风格哦。个人有稍微在里面稍微把玩了一下，就是可能只有玩一些前面的新手教学，稍微玩了一点点，也没有玩非常的多哦。那个整体的感觉，我个人是觉得还蛮不错的。然后呢，这款游戏目前好像还没有办法正式下载下来啊。那为什么老头会有这款游戏呢？哦，这款游戏呢，早期有开放一段时间给玩家下载。那有在那一段时间曾经下载过的玩家呢，之后的测试阶段都可以自由下载。那错过了那个时段的那个第一个时间点的话，后面的人就没办法下载。哦，我不知道这样讲各位听不听得懂啊、哦？反正总而言之呢，就是老头呢，就是有这个资格可以下载这个测试版本。那么这个游戏最快会在下个月6月5号，也就是6月5号啦。哦，也会在6月5号推出。那么有兴趣的啊，老头应该也会继续玩吧？可能吧。如果这个游戏的氪金没有非常的严重啊、哦，我应该也会继续玩这款游戏。那么呢，今天老头呢，就是也算是以一个新手的姿态啊，来陪大家一起来试玩这款游戏。然后你会发现说，奇怪，为什么这个游戏呢一直没有音乐？并不是我把那个游戏音乐给关掉了，而是它的测试版就是没有背景音乐。不过点进去就有了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直接开始啊 ，Let's go！ 啊，他们写说活下去是你唯一的希望。Oh man！ 啊，我的头好痛，今天发生了什么？哦，人都去哪里了？工厂怎么突然变得破烂不堪？哦，破败不堪。啊，安娜一定在等我了，应该是他老婆，不然就是他女朋友。啊，我的车被弄爆了，这样子。啊，完全坏掉了，这样。哦，这个是故事的开端。哦，通常末日生存，哦，末日题材的游戏呢？哦，通常都会发生这种事情。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啊，没有，我在哪里？为什么这里变这个样子？我的家人呢？哦，一觉醒来，发现世界不再一样了。哦，这是一个僵尸末日生存的一贯手法。老头现在是使用模拟器的关系哦，所以我现在要设定一下他的键盘。好，可以动了，非常好。然后，等一下其他的热键出来了之后，再去做调整。宝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快跑！快跑！谁讲的？哎呦，进行攻击啊！居然是这里哦！哎哎哎哎，水哦！Bobby， so sorry。What the hell happened here？ 啊！哦呦，这边僵尸越来越多，而且各种 ……My God！ 在搜索举高高末日希望。哦，2025年，粒病毒爆发，数天之内，大部分人都被感染了。啊，无数的尸体 ，Walking Dead。哎呦，他有这么大一只的 BOSS 哦，只有少数人逃过劫难。我是工人，以前是个海军陆战队，现在寻找我老婆，哦，还有我的女儿。啊，老梗剧情，但是用不腻，大家还是都很爱，你不觉得吗？老梗，老梗。尽快离开这里，第一张逃离工厂。我这游戏好故事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调整好了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很像什么礼盒是吧？领取，哇、哦，可以拿到手枪跟 AK47， 随机获得哦，是三选一哦，我还以为是三个都有呢。给我 AK 谢谢。哎呀，居然拿到枪，好啦，也是可以啊。哎，衣服也可以在里买，不行哎，为什么？这过一段时间是不是？哦，20分钟可以再领一次。那我的枪要怎么使用啊？我有枪没有子弹啊？我又有枪又没子弹，怎么玩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哦。哦，好吧，这个就用滑鼠操作好了。我们就先拿棒棒。
然后跟着上面的箭头指示走。你看这个左上角还有显示生命、饱食度跟你的饥饿值，饥饿值跟你的口渴度，哦，你的那个饱食成分啊，击碎木头获得物资，击碎木箱获得物资。哦，这个还有一个生存要素，然后拿到电路元件，然后这绷带不知道怎么用，没关系，先这样。哎呦，敌人来了，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哦，哎呦呀，拿到什么？雨水。哦，打僵尸还会拿到什么雨水这种东西啊？再来了，攻击油桶。哎，哦，我以为它会爆炸，原来变成材料。啊，这个嘞？打这个变也是获得材料的一种吗？欸，有吗？有获得材料吗？跟他搏，打！哦，要看到下面有一个像骷髅头那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会变成怒气爆发，能力大幅提升这样。越打越强这样子，好，整理下来感觉不错，打击感跟清怪的那个爽快度目前是有的。好，走开笨月月，走开笨月月，哦，不是笨月月，笨僵尸，走开笨僵尸，这都可以打。哇，那这个游戏没有 BGM 哦。那会不会在玩到后面想睡觉啊？如果整个玩法太过于单调的话，我还来还来啊！哦，等级二，哎呦，等级二了哦，继续走。我靠，这边也太恶烂了吧？尸体有这么多？尸体比想象中的还要多，都要超夸张的，都连人间炼狱嘛。人间炼狱，人间炼狱。哎、欸、啊！我现在走到哪里？哦，这边，往上走。无人运输车故障，请小心。冲过来了，然后很安静的冲过来了，小心的通过。哦，我还要这样子啊、哦？哦，哈哈。哎呦，要修！哎呦，要修！有没有撞到？我自己都不知道了。超危险欸，哎呦喂，没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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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超级会闪的好吗？轮转位移欸，好，过了，走这边，进度已保存，好的。怎么开始震动了？发生什么事？就是有 boss 要出来了，感觉有 boss 要出来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往这边下面走。喂，为什么会有这感觉像黑科技的东西啊？哎 ，What the hell？ 奇怪，这不是在现代吗？怎么感觉好像是黑科技？哈哈哈。好，算了算了，啊，可以玩就好了。居然遇到了一个警察，交谈。喂，老兄，你还活着吗？受伤的远景，我还活着，总算遇到活人了。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，不用麻烦了。我被咬了很多下，该死的怪物，他们到底是什么？他们以前是人，现在都变成行尸走肉了。我很快也会变得跟他们一模一样。拿上这把枪，向我开一枪，然后离开这里。这我做不到，哎、欸，这是我刚刚抽奖抽到一模一样的枪，哎，和我一起走吧，快向我开枪，我快坚持不住啦！哎，好吧，我会点燃你的尸体。啊，刚站起来说好吧，瞬间已经把他射死了，死路一条，继续寻找正确的道路。嗯，好，字幕跳的有点快，所以说我只来这边捡他的枪而已。那这样我不就有两把了？这边是等级一。欸，奇怪，我还是要这一把。哦，我懂了。
我的是紫色的啊！哦，原来还有分颜色阶级啊！哎呀，这么酷！那我就保留一下这个手枪子弹好了，搞不好等一下遇到 BOSS 可以用。哦，这边那么多子弹，哎呀，这要打完了哦！子弹，我有250发、啊，到底省着用啊！省着用，省着用，补个血，补个血。省着用啊，大哥！有声音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哇，那什么东西？远距离攻击 ？What？ 我马上就死了！等下那个蝙蝠再过来，直接把他射死。来呀、啊，增加伤害啊 ！Never seen a creature like that. Oh my god! Oh my god！ 这个家伙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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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补血，补血，补血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我要装填啊！哦呦，这有点硬啊！哎、欸，拿到一双破旧的鞋子、欸，哎，哦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有结束，还来啊！哇，这是怎样？为什么在扣血？哎、欸，这只是 BOSS 吗？精英怪 BOSS？ Oh my god！ 哇，就要精英哎、欸！我天哪、啊！结束了，哇，杀掉精英了，这要打宝成分在，好酷哦！哈哈哈哈，这个居然有打宝成分哎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挺意外的啊！我现在怎么办？走哪里？走这里。哦，这边写往右边走，怎么鞋子？怎么会有鞋子啊？快点快点快点！狂暴狂暴！再来啊！我、哦、有蜘蛛，哇、哦！居然开始有其他的生物出现了，没有像之前那么容易了，血量变低。赶快补个血，好，大补补完，它自动换成小补，都可以啦。Oh my god！ 往上走，冲啊！有裤子，有裤子。还拿到成就，以一百以一敌百，哦，又捡到超多子弹，好爽啊！接下来呢？哎，捡到上衣，这趟应该会都自己穿吧？有都自己穿上去了。然后这边鞋子一个等级二，我们装下去两双一模一样。啊，我拿着什么东西啊？硬币200，为什么？食物啊，这可以吃一下。东西真的越来越多嘞，不知道会不会满包啊？有点好奇，补下血，补下血。为什么我血变那么多啊？430是怎样？我刚刚看我的血并没有那么多啊，好奇怪啊！管理官，不管了，先走。继续继续。我真的不知道他这个平凡，这个他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什么？重走了？好，没关系。哦，我知道这是，我知道这怎么操作了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有，接到了。我靠，这是怎样？不要闹，大哥。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当兜圈子，然后还一直被陨石？被那种火焰火球给砸到啊！真的是，快点让我离开这里吧！哇，平台归位错误，第一波敌人出现，还有这样子操作啊！我的天啊，那啥操作啊？第二波那、啊、就来两只是吗？还真的来两只，完了，这个可以一直吐槽了。
三只敌人出现。好哦，很行很行，吐起来吐起来。哦呦，他们攻击越来越狠了，就是应该拿棒棒哦，感觉会比较好一点。哦，有没有？哦，棒棒还比手枪强。如果是打这样子周围围殴的话，狗狗先攻先攻。哦，学到新技能疾跑。哎呦，这个角色扮演养成完了，这个最讨厌的出现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该死远程！哦，疾跑。哦，多了个疾跑技能。有没有个多一个攻速技能的？打起来应该很爽。第九波，哎呦，阿布一，居然阿布一啊！哇，制造黑洞的阿布一，拿棒棒跟你敲，打。打起来！我补，我撑得住。哇，夫子硬化，夫子硬化是哪招啊？死吧你！哦，拿到了一把 AK， 哦，我有 AK47 啊 ！Oh my god， 好爽啊！等下来射看看。哦。有了有了有了，爽歪歪！哎呦，被烧到了！那接下来怎么办？走哪里？都没讲啊！这里 ，C 内，冲啊！冲啊！撑住撑住撑住！跑！噔噔噔噔噔噔！快点快点，乱乱乱乱乱！乱乱乱乱乱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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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还可以刚好直接顺便射一下这个，好爽啊！快点快点，疾跑！敲，敲起来！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嗯，剩下路怎么走？走下面，走这里。啊，载我们过去啊 ！OK 的。乘坐这架机器可以很快抵达卸货码头。哦，要结束了吗？目前为止感觉是，然后我的 AK47 子弹快用完了，补一下。OK， 哇，我的那个食物好像没了，只剩下饮料了。不是，走走走，我们到了这里了，是吧？他们说了什么码头之类的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！再来啊，来多少打多少！哇，真的很多哎，一直来哎，打得好爽哦！天哪，哇，就送哎。我个人觉得真的蛮好玩的，感觉出来挺好玩的。哇，精英怪！哇塞，那个精英狗是怎样？不行，开枪，开枪，开枪！开呀！还好他们的攻击都不是很高，你知道吗？他打我不怎么痛。我打他也不怎么痛，好险！
不然的话打我超痛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打了。好，结束，拿到了好像防弹衣的东西，破旧防弹衣是吧？等一下，这个有个箭头，天赋，哎，原来有天赋可以点啊！我现在开始有天赋了，生命值提升比例，我先提升攻击力好了、啊，不然的话，实在说实在的，真的是打得有点辛苦，先点个一点好了。然后我们现在等级是五等嘛，还有成就。然后这边的装备的话，防弹衣，好的，应该是没有什么新装备。OK， 继续补血啊。来星光这边，哇、哦，好多好多子弹！这是末日生存吗？我突然意识到，不是末日生存吗？为什么子弹多到可以有射不完的感觉？末日都不末日了啊！不过这个末日生存应该就是啊，要让你体会杀僵尸的快感，所以说呢，他并没有把那种什么生存的要素做得这么的强，就是做得这么的精细这样子啊，顶多给你饱食度跟你的那个口渴值而已这样子。哇、啊，现在这什么情形？黑科技的展现，保护人类，警告保护人类。我，你已经威胁人类生存，必须收押。哇塞，僵尸开。僵尸开机器人，你有没有搞错啊 ？What the？ 僵尸开机器人，先来抽一波，刚好是到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耶！拿到了一个金色的，感觉好爽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可以装吗？赶快装，赶快装。哦，装了一。金色的鞋子，舒服，感觉攻击有变高，打下去200多以上起跳、欸，哎，哇，超爽的，来呀、啊！哦，有点痛，有点痛，啊，边补边打，边补边打，啊，那个堆补血应该是打得赢的、啊，我、啊、已经开盾了，必须要用近战武器才可以击破。哦，他不会让你这样射爽爽的哦！哇，那个他那个盾打开居然是有血条的，啊，开始召唤机器人了，召唤小机器人，有有有，继续射，继续射，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哎呦哎呦哎呦！很会哦，很会哦！你要被我终结了你，死吧！耶、yeah! ！哇，掉超多武器的、啊，天哪、啊！哦，这什么东西？电光刀！哇塞！哇，这什么啊？工厂守卫的电光刀！高压电5%几率放电造成36%的伤害啊！暗黑破坏神是不是七级才可以使用？我们已经可以先装这个了。然后这是什么武器零件？这可以拿来做一些加工之类的。哇，超爽的！那这些可以直接分解的吧？蓝以下的都分解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蓝以下通通分解成材料。OK， 哦，好爽啊！这个游戏我觉得蛮好玩的、欸，我觉得应该会一直不断的，我应该会一直不断的推下去吧。打完了可以走了。
来看一下这一把，哇，帅炸天！真的帅炸天！终于抵达工厂大门了，让我挥一下武器啊！我想看一下怎么挥啊，连挥都不能挥啊，就结束了。哇，就这样结束了。还有没有存档啊？哎，那边有个人哎，好吧，算了，我们今天差不多试玩到这里结束哦。整体来说，这款游戏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反正总之呢，今天这款游戏呢就先玩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的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坏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这款游戏再继续吧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